家己去定位。顺便看一下，喂喂喂，武泰，看一下。哎，他要先放孔进去。然后预备先准大烫，来吧，大烫是这是这个。先把它打开。它秒数嘞，秒数。现在是先设一分钟，啊，过来就是一滴咖喱。哦。啊，也记忆啊，记忆你最后一次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不是这个可以拖出来，先拖出来，它会卡损，卡住之后再放上去。那尽量放置装。对，放中间，然后再往下面往上翻起来，再推进去，向下压，等等，想象下压，它再推进去，它也会卡住，然后就可以关起来，然后去按。比较大，比较大的按上面的，然后它就会自动去把它合起来，因为侦测到。那你们设一分钟。然后它会 ACC 代表说，它现在就要提升到那个转速，才会开始做到。我洗了一个。它现在就是转速到。来了，这光拢几分钟啊？看图量。看图量。你用一分钟就好，你就用一分钟就好。是啊，啊一般嘞，恁正常的人家咧用拢多久啊？我一定要看了，每件重量拢无差，只要看你用拢长。等主手用 Apple 是讲伊用五分钟就得奖。蛮开心的，那我呢？因为这 Apple 是啊 ，Apple 是啊，是啊。安尼你可能爱去打。就啊，无就三分钟啊，咁就唔得。因为我只胖了，我搁里边内底嘛是还搁胖。啊，它可以从中再加几分钟。它可以加，它可以加。等它停再加。再加一分钟，我如果要到三分钟，我就再加吗？使用的不要当使用时候不要正常，正常摇完再加。哦。喝点泡水。对，不平衡吗？不能太嫩吧，太小。不，那也靠抗球呢。哦，香蕉，香蕉店。对。这样它出现 open 才对。嗯，啊，时间呢？我现在就开始调呢。嗯，我那里按加号。对。三分钟、五分钟、五分钟好了，怕搅拌不均。你刚才已经一分钟了。我知。哎，他就起几粒豆啊？对。就按这个，他就开始了。哎，这保养没那保养啊？伊这面平板上来讲，你要有一种螺杆，它要上方面。啊，那其他就是讲垃圾出去。啊。哇，没地方去。安尼就好啊嘛吼，啊我著关开关就使啊嘛。哎对。哦，安尼就好，就关开关。你袂使关开关，你连咩样都，哎开，小等看几位出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定可以啊。对啊，开就好。对啊。他这个不用开关就对了。这样就可以。嗯，OK。往下压哈。往下压。好，这个苏拉底，这个。这个。拿出来的时候，是搬上去。往上。嗯。啊，压下。哎，然后一起往弄往上嘛。而且，右踩是右脚压出来的，他这个哎往下压。对啊对啊，往下压力啊。对啊。哦。上方的地方。哦，啊，记得要卡进去哦。哦，要卡进去。你这样不行，这样它会跑。哦。要卡下去呀。哦 ，OK。好。啊，黄油的地方是这个吗？对啊。拿一螺管的。对对对对。其他我。伊搭是讲垃圾螺杆啊，螺杆这样。啊边啊遐咧，遐里面嘛，你伫中，你边
你讲内底已经，对对对，你也弄内底，那个也要上啊。这是就是说明书定位弄一下啊，基本上就是黄油粘稠的磨成清，清清也晒出来。我当然。啊，再来就是养那三个那个红青砖砖。哎，啊后边那个机还干嘛？那个后边那个机啊，也是塑胶机啊，机啊，后边那个塑胶。后边那位基本上是还要修一下，但是一般来说。很少会放到那里，哦，尤其塑胶的，对对对对，一般都是上这边的朋友，我一定要做洞，所以我看过，应该是塑胶，因为算是密封的，密封的所在，好，好，好，收了。